被喜欢的女孩陪着加班是什么体验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加班啊？那我看你今天没有主动找我，那我就过来找你了。哦，那你把这个拿上吧。你来就来，你咋还带东西呢？那我怕你饿呀。谢谢啊。赶紧上去吧，你去加班，我在楼下等你啊。哎，你要不上去上面等呢？你这也挺热的。我去你公司啊。啊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他们没事，走吧，他们都下班了，走吧。别看我。他真的好乖啊。坐得太久了，他都等睡着了。给他带个小被子，怕他着凉。好好睡一会吧，幸福你了。他太可爱了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糟了，不小心给他弄醒了。你醒了啊？你醒了？我刚看你挺睡挺香的，我就应该是没发现。没啥，你饿了吗？我请你吃饭。有点。那走吧，我请你去吃饭。走。来，你看看你要吃啥，你点吧。你点吧，没事你点呗。你点。你跟我客气啥？你点吧，你没事你点吧，你点吧，你别跟我客气，你点吧点吧啊。那我点了。你我就像风筝，而且还是断了线的那种。我就像是耍风筝的，无论咋个拉扯根本没用。你又像是突然来袭的暴雨，突然就把我困在原地。好，我吃饱了。那我们走吧。行，那我去结账啊。结过了，不是说好了我结的吗？哎呀，赶紧走吧，这里面太热了，太热了。那我带你去个凉快点的地方。去哪？走吧，你去吧。